将面前有所表现。我多去吧。大家好，我是大陆鸡。大家好，我是阿虎。大家好，我是陈小刀。今天我们要带来的是超人。去看啊，他看了，然后再把我们有一点点，对啊，就有一些是我的，有一些他自己自创的加在一起的 feel， 对啊，然后天王又哭了，不会是感动？没有，就是那个他本来跳舞很厉害，所以上一次其实他跟他一起上节目，就会觉得阿伟，对啊对啊，就是好像。好像就是跟他们一起跳，好像会比下去这样。不会，天王哥，不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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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完全是靠长相就赢很多。真的，不要这样。你知道就好，你好了。三位怎么样把这个天王的歌这首《超人》怎么发想的来讲？哦，就是阿伟他录完《黑社会助教》那一集，然后他就说他就很后悔他没有表现好，他说。当华仔哥来棒棒糖的时候，我们要血池啊！血池，对，马上开始排超人，排了大概三天吧，对啊，三天三夜是不是？我排到今天了，也不敢在演唱会一定都对了。真的吗？所以他们这样算是很对啊，对啊，给他们肯定就对了，很用心。呀，今天有机会把这一件好不好？嗯，带回家了，好吧？好，谢谢你们啦！现在马上要进入这个重量级评审时间了，给我们好好的选一下，到底是谁可以得到我们这个 Andy 哥？哎。Andy 天王的 T 恤呢 ？Go！ 看了这么多表演，终于还是到了让人最紧张的评审时刻了。到底哪一组男孩演出可以获得天王青睐呢？并且获得最后胜利？没错，在非常短的时间里面，天王做出了他心目中最棒的决定，对不对？今天这些难呢？很难吗？对啊，真的吗？很难啊。所以怎么办？那结果有出来吗？我想了很久，就是看到他们唱歌，其实每个人都很用心啊。所以这个，当我们这一种人真的很难的。真的要当。但是这个从头到尾啊，但是啊，我觉得很多人出于期待一样，就看到他们怎么样跳，稍微啊，然后从上次。他那眼神这样，糟了，上一次怎么会这样？会不会以后没有机会？打击到他的自信。所以我觉得他今天压力最大，对不对？是。那在这种压力底下，你还是可以，嗯，要不要讲一讲你自己的那个？真的，就我怕大家哭了，不会是史上第一次在我们碰面。就是觉得就是这一次压力还蛮大的。就是遇到，就是可以再度遇到华仔哥，然后再有一次的机会可以表现好个人自己，所以我就很努力把握这一次的机会。而且你要谢谢你们旁边，你旁边真的真的两位，他很配合哦，他真的压力很大，每天就是一直讲一直讲，然后我就说好答应你，
对啊，这一集一定要好好的跳一段给花旦。对啊，他看得出来啊，从一开始我们开始节目开始，他就心里在想，我待会跳我一定要。所以没有白费的。我觉得这一次你表现非常好，就是我选择的那一段。好不好 ，Andy， 天王直接签名的，没错，太酷了。我会另外补两件给你们，谢谢。